职的诚信跟码头。这时候，记者看到一个男生，背着一台车，不知道干什么，发疯似的。哎，半夜11点多，疑似有酒醉的情况，然后我们已经通知当地派出所前来处理。亮点的黑亮点。我有一个花莲的朋友，然后他们也是露营的，然后他有拍一个助理，可以推荐给我，可以、欸。所以看这个这样子有在玩的应该是你哦，没有的，你也有在录啊？好棒哦，大哥，哇，果然大哥出手就不一样。
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哇，大图书。这之前就有。对啊，这个有看到。为了他不能来，然后马上就做了。来来。只有区长在的地方没下雨。我们非常感谢哦，那谢谢我们来自各地的所有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我们的基隆市。刚才有提到，我们用大雨欢迎各位，因为基隆雨新竹风，我们呢这个雨也是我们的特产之一哦。那最主要呢，还有另外一个特产，就是我们的这个渔港最新鲜的这个美食，最新鲜的食材海鲜都在这里。所以呢，为什么要安排在这里，就是要让大家更深入我们基隆市的文化，不只有基隆庙口哦，对，还有呢，我们这里呢很多好吃好玩的都在这哦，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非常感谢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到了我们的基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首先邀请我们的主办单位，也就是我们北部社陈社长先上台跟大家讲几句话，有请陈社长。哎，各位辛苦了。辛苦了。对，那么远来还遇到下雨了，真的很辛苦了。这太感动了，他感动到他快要流泪了，对对对对对，感受到大家的热情，对对对。这次呢，因为我们的社长哦，他其实呢是比较低调的一个人，他希望大家可以借由这样子的平台好好的交流。三岁。